Chicken. Hello. 已经77度了，然后西雅图的公寓都没有冷气。
天在 Facebook 看到这一个，因为我自己又超喜欢吃午餐肉，所以决定来做这个。泡菜要配这个饭跟那个蛋，然后呢再来配我的韩剧，就是最后两集的夫妻的世界。